知道吧？今天呢，我们又回到了军事频道的服务区里面了。我们要进行两场登陆作战，一场呢是我们要通过直升机的运输呢，然后进行作战；另外一场呢，我们要通过我们的这个护卫舰的运输呢进行作战呢。到底今天两场作战呢，我们能否取胜？接下来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挑战吧。查了一下，什么情况啊？不是说抢单登陆吗？怎么一开始我们就进入到健身房这边呢？别着急啊，我们的作战计划呢还没开始啊！想要能打胜仗呢，就必须锻炼好我们的身体啊！这边呢有50公斤、70公斤的大闸，你会做几公斤呢？我可做不了啊！这么重，一会儿做完了，我可没有力气打仗了，曹磊家，不然你做给我看一看。哼，这还不容易吗？那我就躺下来举给你看一下，不就是举个重吗？嘿嘿，50公斤，随便，轻轻松松啊！我去啊，真的举得起来，还有模有样的。好吧，赵丽佳，现在啥情况？外面有一辆大巴车，我们是准备登上我们的大巴车吗？什么情况？我还没有上车呢，等等我。你怎么没跟上啊？好吧，你就在后面跑步吧。我们现在的直升机呢，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了啊。今天呢，我们要进行第一场作战，就是通过直升机的运输呢，把我们运送到对面的岛屿进行作战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赶紧找好位置坐下来啊。有些没位置的，你就在前面蹲着吧啊。啊，一会儿呢，如果乱晃的时候，我会抓住你的啊。这个直升机起飞的都非常危险的。哇，太神奇了！第一次在乐高城呢，坐上我们的直升机呢，进行一个登陆作战了。我的手榴弹准备好了，我的步枪也准备好了，我现在非常的兴奋。来吧，我直接跳机了，来，我跳、我怎么提早跳了？你们怎么全部还在直升机上啊？你这么激动干嘛？这么高的高度跳下来不得摔死啊？现在这个高度应该是安全距离啊，我们直接往下跳吧。哎呦哇、也去了20%的血啊。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站好队形了啊，前方呢就是我们今天要攻占的这个城堡了啊。现在呢，我们就直接排我们的队形冲吧，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啦。来吧，冲啊！今天呢，我们是通过我们的直升机运输过来的，而不是通过我们的军舰呢。前方呢好像有一架直升机是吧？我听到直升机有声音了。注意，我真的有一架直升机起飞啊！啊，大家快打！我这直升机的火力很强啊！哇，我直接被打了，剩下2%的血了。哇，这家伙呢直接对我们发射了好几颗的地对空导弹，超雷家不行啊，必须把它给击落下来，看我的 RPG 火箭筒，这一下就被我打下来吗？我也太准了吧！哎呦，可以啊，大傻一过来呢就把直升机给击落了，非常的不错啊！啊，所有的队员跟上了啊，我们现在排好我们的队形。哎呀，我刚刚没血了，就剩下2%了，快！医务员，赶紧给我包扎一下！啊，我们这个游戏呢，今天有个好处就是我们有医务员呐、如果你被击倒击伤的话，我们医务员呢会马上跟上的。好的，现在让我们继续战斗啊！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我们要攻占的城堡位置了。注意啊！哎呦，这边上面有人！注意，小心啊！别被击中了！哇，我这边好多个人呐、快帮忙！很好！我又击倒了2个人呐、可以吗？我们的动作呢也太快了，一下子呢就把这一座军事基地呢给占领了啊！这附近呢应该没有其他的敌人了吧？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乘坐我们的步战车呢回去了啊！别急！哎呦，什么情况？怎么前面呢又来了一辆坦克？他的火力很强啊！啊，他们搞偷袭啊！快！我拿我的 RPG 火箭筒打他！呀，这个坦克还挺耐打的吧？你们有 RPG 火箭筒先攻击啊！愣着干嘛？我是没有 RPG 火箭筒啊，我只能扔我的手榴弹啊！我们现在准备我们的手榴弹啊，快多准备几颗啊！我们试一下，看看能否把那辆坦克呢给它炸没了。来吧，我丢！看着，哎呀，你别挡住啊！我这辆坦克什么情况？啊，直接掉头跑了，还知道打不过自己跑了是吧？笑死我了，这么快的吗？刚刚呢还气势汹汹的。那赵队长，我们可以回去准备一下，进行我们第二轮的这个抢滩登陆战了。好的，第一轮的直升机登陆作战呢非常的成功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第二轮的作战，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海岸边上呢停放了一艘小型的护卫舰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驾驶这艘护卫舰呢去进行我们的抢滩登陆作战了。好的，我们现在也已经坐到了这个护卫舰的炮塔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呢在最前方，一会儿呢我们要作为一个主攻手呢对他们发起攻击啊。那么今天我们要进行登陆的这个海岛呢还是我们的诺曼底的这个海岛啊，海岛已经在前方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开动我们的护卫舰呢进入今天的这个对战吧。现在呢天空已经下起了小雨啊，这座岛屿呢目前为止还非常的安静啊。那我们的后面的这个队员呢这个登陆舰怎么这么慢啊？你们也太慢了吧，我已经到达了这个位置。好吧，我们不管他了。哎呦，对方已经对我们发起攻击了，而且火力还很猛啊。大家抓紧啊，快，我们也要开打啦。
注意了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这个登岛作战了啊！但是我们后面的这个登陆舰怎么还没有跟上啊？我们现在这边人很少哎，你们加快速度啊，大傻，怎么还没有跟上啊？哎呀，不好意思啊，这艘船发动机坏了，你们先停下，先打一下，我们马上就来了。这也太可了吧！我们现在进退两难了，我们的船又停在这边，很容易变成靶子的。我们还是不能等他了，哦，他们终于动了，好吧，那我们就先下手为强，我们先跳海了，来来来，后面的队员跟上，哇，大家小心点，我看他们。